加减乘除，那边有树叶。是。加减乘除，给我除草。是。那边还没打扫完呢。是。没有养小猫猫就欺负加减乘除，闲着真可怕。我在指挥士兵打扫呢，怎么说我太闲了呢？乖女儿辛苦了，来喝杯汽水。劳动过后的汽水味道特别棒。你根本就没有劳动。什么声音？什么东西？加减，快来保护花花！乘除，去看看是什么东西。是。我觉得是昨晚刮大风把小鸟刮下来的。好可怜呐，他的父母应该很担心他吧。多可怜的小鸟啊，我决定了，我要收养他。养猫不成该养小鸟，花花真是爱心泛滥。这样加减乘除就可以松口气了。可爱的小鸟饿了吧，来吃点饼干。好乖好乖呀，通通吃掉，快快长大。这么快，可爱的小鸟还没吃够呢。依依小强，快把你们的零食都贡献出来。为什么呀？可爱的小鸟还没吃够，不能让它饿肚子啊。哼，我还饿肚子呢。我不管，我就要。难得我女儿这么有爱心，大家就配合一下嘛。给你。什么声音？好像是敲玻璃的声音。有怪物。哪里？外面。小强，我命令你赶紧去看看。我好怕，依依胆子大，让依依去吧。你是男子汉，怎么可以让淑女去冒险呢？快去！快去！没东西。我都说什么都没有了，大惊小怪的。你什么时候说了？马后炮。我不好啊。发生什么事了？那么慌慌张张的。外面有怪物。报告国王，我们被怪物袭击了。怪物，真的有怪物，怪物。是什么怪物？你们看清楚了吗？它有那么大一只，它的嘴超长，还有爪子可锋利了，它还有翅膀会飞。胡说，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怪物？我看你们是想偷懒才编这样的谎话。你们是不是想跑500圈了？怪物来了。加减乘除，关起所有门窗，城堡进入一级战斗状态。今天依依他
们怎么不出来玩啊？难道他们都出去旅游了？原来是你们呀，我还以为抓到怪物呢。怪物？哎，我部天罗地网是要抓怪物的，没想到抓到了你们。可爱的小鸟，你怎么跑出来啦？好可爱呀！这只小鸟哪来的？早上我看见它掉到树叶堆里，本公主救了它。我女儿就是这么有爱心呐、怎么又黑了？怪物又来了！不要抓我！多利！喵！大家冷静点儿，有被阿 Q 变电筒。原来是这样，楚后把门关上，别让他们跑了。是。程后，快去开灯。是。嘉后，拦住他们。是。简后，趁机伸长手抓住他们。是。有必要 Q 用灯照顾他们。报告国王，我们已经抓到怪物了。哇，好大的鸟啊！这两只怪物，我要惩罚你们。哎呦，咬错人了！哎呀，这是老鹰，是猛禽类动物。那只小鸟应该就是这两只鹰的孩子。不可能，他们根本就不像，怎么会是他的父母？花花，你听我说，有不要 Q？这些幼年的小鸟，我们都称为雏鸟。雏鸟在出生后就会长出毛茸茸的羽毛，这些羽毛叫绒毛。当雏鸟渐渐成长后，身上就会慢慢地长出更硬、更结实的飞羽。这时，小鸟可以在父母的帮助下学习飞行了。原来他们真的是你的父母，抱走了人家的孩子，难怪你们会被袭击。我们应该把这只雏鸟送。这棵树应该就是小鸟的家了。你们看，这个鸟巢摔在地上了。哎呀，鸟巢烂了，我们该怎么把小鸟送回去呢？那我们就来帮助小鸟盖个新家吧。好啊，变成猫，我们要设计出一个鸟屋。嗯，有必要 Q， 我们要开工了。卡布，让卡布变成工具吧。卡布卷，卡布卷，还有卡布棒，变成鸟。
变成任务时间放卡不沾身机卡不放卡不严还有卡不追变成鸟数学棒卡不喵喵喵卡不放卡不严还有卡不追卡不严卡不追还有卡不放数学棒变成鸟万能的工具数学棒变成鸟卡不喵喵喵哎，好想念我的房子呀！这好简单嘛！啊，你有办法吗？给你，你的房子。我要的不是这种房子。为什么不要？这也是房子呀！再把你变小就可以住了。Milk，你给我闭嘴！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本集故事中出现的鸟类。大家知道是什么吗？答案揭晓，这是老鹰，也叫鸢，是猛禽哦。所以本集中罗克他们就吃了不少苦头。全世界的鹰有几十种，都是自然界中很厉害的捕猎高手。我国常见的种类有金雕和乌雕。大家看，这就是老鹰的雏鸟，它们都是国家级的保护动物。大家要和罗克他们一样保护老鹰哦。早，花花，早，依依，早，变成妈妈也来上学了。是啊，怕她无聊，老是要我陪。看你的样子。昨晚一定很晚才睡吧？看变成猫今天就很精神，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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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晚了，明天就要上学了，好不好？明天就要上学啦，明天就要上学喽，明天就要上学喽，好开心呐，睡觉啦。大家走啊。爸，那是小强吗？是啊是啊，今天不胆小了，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呢。都是徽章的功劳，让人变勇敢的勇气徽章。勇气徽章？是我打扫城堡一周，国王给我的。小强，这可是数学荒岛的神奇徽章，只要带上它，再胆小的人也会变成大英雄的。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总之，胆小的小强已经不见了，只有勇敢的小强。明天就是周六了，我们去探险吧。好呀，我最喜欢探险啦。那就这么定了，我先走一步喽。虽然有点奇怪，但是小强变勇敢也算是好事。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无聊哦！说好在这里集合的，怎么还不来呀？终于来了，我们赶快出发吧！小强呢？勇敢的小强来了！大家好。
我们快出发吧。这都是勇气徽章的神奇力量。可是小强，你今天并没有带徽章啊。怎么可能，我的出场方式这么帅就是因为我把勇气徽章握在城堡里了。好可怕，我再也不敢玩滑板了。小强，你冷静一点了，我们还要去探险呢。探险？不去了不去了，没有勇气徽章我哪儿也不去。去探险不去探险，去探险不去探险。卡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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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我们去问问吧。我们还是赶快回去拿勇气徽章吧。好吧。我知道一条近路，只要穿过树林，就可以很快到达城堡了。哇哦，树林，终于要去好玩的地方了。快走吧，快走吧。变色猫，等等我们。卡布卡布卡布，没想到有这么好玩的地方。这条快捷路线只有我知道，他们这些胆小鬼才不敢来呢。就你有胆子。怎么是悬崖？明明是走这儿的。明明是你带错了路。少啰嗦。我们走回头路吧，这里很危险的样子。不走了，本公主累了。卡布卡布卡布，你想说什么？卡布卡布。喵！你们怎么在这里？快离开，很危险的。警长，发生了什么事啊？一辆失控的货车正在用时速60公里的速度冲过来。我们要在悬崖边把它拦住，救出司机。这坦克要拦住时速60公里的货车。失控的货车迎面冲过来，坦克是拦不住的。让卡布变成智能工具吧。游标 Q， 计算一下小镇到这里的距离。我们只有3分钟的时间了。你是怎么知道的？货车的时速是60公里，就是说每分钟可以行驶1公里，而1公里等于1000米。小镇到这里的距离是3000米，所以3000除以1000等于3，也就是货车还需要3分钟到达这里。变成猫，变成猫来啦！卡布卡布，让卡布变成工具吧。Ah!
再见，路上小心。好险呐！好累呀、啊！没想到货车的力气这么大。虽然货车没有掉下去，但司机差点掉下去了。小强及时出手，真是今天的大英雄。是啊，小强是最值得颁发勇气徽章的人。我的勇气徽章。原来勇气徽章其实是巧克力呀。我的勇气徽章。博士，博士，看我的勇气徽章。那是巧克力。不是。就是。不是。拿来。我的牙。都说了不是。Milk， 你给我闭嘴。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今天的知识是单位换算哟。如果汽车仪表速度指示是60公里，指的是汽车行驶一小时的距离。大家都知道一小时是60分钟，60除以60等于1，所以汽车一分钟可以行驶一公里，一公里等于1000米，再用3000米除以每分钟1000米的速度，结果是3分钟。了解单位换算之后啊，坐车的时候注意车的时速，提醒爸爸不要超速哦。